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一个，我们继续给大家带来《王者荣耀》这个卡兵游戏视频啊。然后咱们张良，以前本来想在铁虎卡吧，但后面发现铁虎张良没掉了，只能现在就在正虎先把那个张良给弄出来了。然后我们把技能加满，准备开始了一波，先把大乔解封啊，让大乔动起来，让兵先动起来一波，又是一波大乱斗。好，感觉开二技能就是没有什么特殊的效果哈、啊。昨天项羽进行吧，二技能有一片一片缓缓的，这个张良打起来就没有那种效果。看我这个用这个一技能，能够把这些龙全部关起来，看一波一波龙不让他们靠近我，好吧，就这样慢慢撸。这个大招不行啊，大招只能打一个人。铁虎的那个张良还是被站在这边收点藏起来啊，等着。我看，直接利用一技能，你这个屏蔽啊，卡住他们。那好吧，那今天就用张良卡兵的视频，我们就先演示到这里吧。然后，喜欢的请赶快再去关注我的视频，关注。啊，微信公众号伟哥解说，然后欢迎大家有什么精彩的视频或者搞笑的啊，屠杀呀什么这样的，还有搞笑瞬间吧，啊，我欢迎大家投稿了，投稿邮箱啊，2797478那个@QQ 点看我，还有也可以直接微信公众号直接投稿。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我们下期再见啊。然后我们后面来加速一下吧，看一下这个张良能玩出什么花样，加速之后的玩的一些花样吧。